第一条不算大，都差不多大。这条漂亮，今天用了5号的海蜥啊，2米的线，这是一个结果，要逗，不逗它还不吃。这条不错，换了一个窝子就是一个接口，这一条应该3两多，这边水比较浅，钓两个就要换一下。漂亮，这个大，
刀了给。就是水比较浅。半斤应该有了。这个大了。这个一斤有了，这一条直接飞上来啊。钓了差不多两个多小时，最大的一条有一斤多吧，死了。